我蛇精门十八省武馆，灭我弟子三千，你实在太狠毒了。阴招，蛇心，百年来势不两立，今日蛇精门亡于我上官逸云之手，可谓天意。我赵某身为蛇精门的掌门人，要跟你决一死战。你应该知道，今日蛇形拳已无法跟阴爪拳相斗。我为了向各位师祖谢罪，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。今日虽然必死，但是还有继承人，蛇形门你灭不了。我知道，还有你师伯白长天跟你儿子赵齐之。不错，只要我师伯再世一天，蛇形门一定会重整旗鼓，东山再起。我先杀你，再杀白长天。长天在哪里？他老人家足智多谋，你找不到他的。白长天，告诉你们了，可别再来了啊！
就是这臭要饭卸了整个月房租没给。老板，有事慢慢讲，别那么凶嘛。给点厉害看看他怎么会给钱呢。老叫花子，你瞎了眼了？躲开呀！哥啊，哎呦，哎呦，脑袋，小心了你！哎，哎呦，哎呦，你下巴磕后脑勺了，没大没小的，哎，哎呦，哎哎，哎呀，车里爬歪，哎呦，啊，哎哎哎，老兄，小心我的饭碗啊！啊，哎呦！哎嘿，咚咚咚咚咚咚咚，飘着，哎呀，哎，哎，我这火腿的滋味怎么样啊？哎，哎呀，接着，哎呀，哎呀，我的娘啊！嘿，来个金蝉蜕壳，哎，哎，一把，两把，三把，左一把，右一把，去你的！哎，这叫做打肿脸充胖子。哎，一碗一块又一块的，一碗一块的又一块的。哎呦，你动刀的想要我的命呢，兄弟啊！哎呀，哎呀，我要溜了。老板，老板，别跑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别跑，跑！什么事？那死老头白吃白喝，还放蛇咬人啊！蛇、你还用水泼我你？哎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来擦干净，我来擦干净。去你妈的蛋！滚开！哎呀，我不敢，硬气又刺你呀！
哼，以后可要当心一点，知道吗？嗯，馆主出远门，现在是我跟李师傅两个人当家。今天我教你们一套龙虎拳，啊，学了这套龙虎拳呢，轻而易举的对付他十个八个的。鸡蛋呢？没错了，最要紧的就是准时交学费。现在我跟李师傅过两招啊，让你们开开眼界。嗯，龙行，哦，红行，怎么样啊？不赖吧？啊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嘛？吃什么？有什么好笑？吃什么？点播。师傅教拳，你们笑什么？啊啊！有什么好笑的？安静。嘿，点播。那龙虎拳的要诀就是快、准、狠。对了，今天教你们一招金龙现爪，挡住，嗨，上边挡住，下边镂空了，嗨，哎呀，都哦，嗯，中招了，哎，你们看，中招了，嗯，现在教你们第二招，叫恶虎擒羊，哎呀，把拳伸过来，哎，不是这一只，是那一只，啊，嗨，又镂空了，嗨。嗯，我没叫你挡，你挡什么呀？好，哎，我，我，他怎么能够挡得住啊？哎，怎么样？精彩，不错吧？精彩。师傅今天教你们的这几招，你们要好好的学，自己练习吧。自己练吧，啊，来，你们自己练吧。又被叫去做拳靶子了，要不要替你擦点跌打药啊？周先生，请用茶。啊，好好，哥这。嗨，周先生，你真是好福气啊！你在本县米铺、当铺、棺材铺都有十几二十间呢、啊。哎，你少爷长得是肥头大耳，真像一只大肥猪。长得是一派福相啊！如果不练一下筋骨，耍两下子，只怕将来有一天连数钱的力气都没有啊！哼，不错。史馆主，你说对了，我就是因为这样才想起让我乖儿子也来学点真正的功夫。哎，你可找对了我了。这泗水县城地方虽然不大，可是武馆倒也不少。我们红威武馆认第二，没人敢认第一啊。是吗？怎么我不知道？周少爷，你不相信，你看看。在城里啊，
看您这劈砖头好厉害呀、啊、不知道你这里有没有啊。好，劈砖头这玩意儿太简单了。梁师傅，好，表演一下劈砖头给少爷看。好，拿来。是。我们梁师傅功夫了得，拳头可以打碎石头。慢着，等一等。你行不行啊？行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好啊，好棒，好棒呀、啊！是厉害吧？不让您不许喘，哎，好是好厉害。哎，我的大徒弟啊，功夫更棒，他已经到城里参加三省拳王大赛。哇，那么威风啊！可不是吧？哎，大贵，在不在这里学？好啊，好啊，我要跟那个梁师傅学。好。那我明天带他正式来拜师。好的好的，我先告辞。哎，老好，哎，等一等，梁师傅快来送客。周先生走了。我选个好时辰，什么时候都行，什么时候都行。哎，梁师傅啊，周少爷跟你学武啊。梁师傅啊，啊，原来他的手肿得像猪腿一样，这么难看啊！我不学了，爸爸啊，我们到隔壁红太武馆去学。走了，周先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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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嗯，进去，进去，嗯，啊，怪不得这么大的生意给跑了。原来你这个臭要饭的挡住我的财路，还不把他给赶走。是、哎、干什么王八蛋，干什么，谁叫你躺在这儿啊、对不起，我走我走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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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头，住手！哎呦，你们为什么这么多人欺负一个老头啊？这小子胆子倒不小，他是干什么的？他是红太武馆的人啊！红太武馆的人还不打呢？哎，快打呀！哎，啊！没受伤吧？没有。哎呦，打到我头上了！哎呀！不要打了，走啊，走，追，不要追了，不要追了。为什么不要追？就告诉我们，他打你的右脸，你把左脸给他打。你教训我，我打你的左脸。你真的打我？
哥，不要饶恕他。啊，就在前边。小伙子，你没受伤吧？我没事，我都惯了。惯了。哎，老伯，这里就是红太武馆的后门，进来歇歇，喝杯茶吧。哎，老伯，来来。啊，这是我们武馆的后院，那些人呢，平时在前面练功，没什么人进来的。我就住的这柴房。嘿，黄眉毛，黄眉毛，黄眉毛，快来叫老伯。老伯，我养了好多猫。哦，老伯，看，你随便歇一下。老伯，喝碗热茶吧。谢谢你。哎，老伯，你怎么不喝？我习惯了不喝热的。哦，让我去给你换碗冷的。哎，好。啊，老张，买菜回来了。哎，老伯，他是我们武馆新来的火头军呢，他煮的菜味道真棒。哦，别替我卖招牌。这位是。他是我远房亲戚。老张，我还没吃呢。我给你留了点在厨房里，你自个儿去拿吧。哦，我还得要出去招呼客人呢。周县长，不是我吹牛啊，红太武馆自从我李某人上任以来，我教的徒弟从来打架没输过。李师傅，你真是教导有方啊。真的假的？人家红威武馆有个徒弟去参加三省拳王大赛，你们有没有啊？嗨，这有什么了不起啊，他们是派人参加而已，我们红馆主可就更棒了。他是去做评判呐。哦，红馆主能够当评判，那他的武功一定十分了得喽。那是不在话下呀。哦，你能打烂几块砖头啊？打砖？嗨，这不过是一些江湖的玩意儿，我们教的是真功夫。周少爷，你这个人天生标准的练武身材，又聪明是又伶俐，你就在我们这儿练，包你很快就学得一身好武艺呀、啊！是不是真的？嗨，当然是真的啦！哎，老张啊，啊，快点进去把简福叫出来。哎，是。哎，小伙子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简福。你姓简呐、啊？不是，我是孤儿，是红馆主收留我在武馆里头。人家说了，我头脑简单，浮头浮脑的，就叫我简福喽。老伯，你姓什么？我简福。李师傅他叫你去。老伯，你慢慢吃啊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哦，你别走啊！这一位是金山钱庄的大少爷，他在我们这儿学了一个多月了，已经学得很不错了。哎，你看见这个大块头了吗？他都未必是他的对手。哎，江峰，你跟土豆对拆几招，给他们两位欣赏一下啊！说什么都不准还手啊，你明白吗？哎，小心一点啊！哎，好了，开始！哎，嘿嘿，看着啊！哎，请！嗯，一，哎呀，啊，哦，哎呀，啊，呀，好啊，揍啊，揍啊，好啊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啊！哎呀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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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敢还手？你敢打我？李师傅在这儿，你敢打我？打！揍！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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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停手吧！干我了！剑锋，进去吃跌打丸，一颗就够了。爸爸，爸爸，我要在这学武。剑锋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。没事？我看你好像又跟人家打架了吧？我没跟人打架，是。老伯，你不知道啊，他是我们宏泰武馆的拳靶子。什么拳靶子？哎，可不是啊，有事没事就让李师傅叫出去揍我一顿。剑锋，你抢不抢到我这个碗？嗯，我说你一定抢不到。来，你瞧瞧你，
花脸猫。左曲右弯，前滚后翻，手足并用，牛马分步，如风白柳，齐步禅风，蹬力屈膝，翻身循环。什么意思？左曲右弯，前滚后翻，左曲右弯。原来老伯在教我闪避步伐，让我试试看。大树大婶，谢谢你可怜可怜我吧。大树大婶，大家来学上帝，耶稣成就世人，信耶稣得永生。大树大婶，谢谢你可怜可怜我。喂，大清早就来伸手讨钱，你以为我这是善堂啊？快点滚，趁早滚得远远的。这娘们凶得怎么这么厉害呀、啊？你是罪人，除了信耶稣不可以拜其他的偶像啊！你这个红毛鬼，老娘吃斋一辈子，你说我是罪人呐、啊、哦，主耶稣派我来爱护你啊，你还要爱我，吃老娘豆腐，我打死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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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老娘豆腐，说我是罪人。谢谢谢谢大婶，你好心有好报啊。信耶稣得永生，主是你们的救世主，信耶稣，信耶稣得永生。有人摘吗？有人摘吗？哟，您怎么来的这么早啊，大爷？哦，婆婆，你们要信耶稣，主为你们赎罪，令你们时常快乐。哦，快乐！您来早快乐的，快进来吧，我们这好些姑娘等着您快乐呢，快进来吧。别害羞了，快进来吧。春花春月春水，快点来呀，有西餐吃了。你们是罪人，你们真会不敌，你们是罪人，罪人。没有人呐、啊！
你要走了吗？你不是来找赵七之吗？什么赵七之啊？我是来要饭的。也怪可怜的。老头，让我来施舍你吧。还想装蒜，白长天。爸，哎，你这个手要直一点啊。阿贵啊，爸爸，周县长，您的公事办完了。哎，请坐，坐。我想来看看阿贵练得怎么样了。嗨，令公子真是天才呀，整套的龙虎拳是一天就学完了。有腰，是有马，出拳又有劲儿。嘿嘿，将来一定是前程似锦呐、啊！是吗？啊，那你有没有跟人打过啊？啊，没有，没有人跟我打。哦，你想跟人打？哎，那太容易了。简夫，简夫，快过来。哦。我说简夫，你陪周少爷过几招啊？小心点，你是知道的。嘿嘿嘿，周少爷，您出拳不要太重啊，回头把他打伤了。嗯，我好。开始。请。周县长，你看令公子多棒啊。是吗？啊。上！
你怎么不跟我打？我干嘛让你打？你小心啊，我给这龙虎拳你尝尝。哎吐哎哎吐吐吐来撞成这个样子，给我滚！哎呦，师傅！哎呦，嘿！哎呦，阿怪，我们走吧。哦，我们不要在这间屋办事，去红威武馆。哎，周县长，哎，周县长，哎，周县长，哎，你听我解释啊，哎，你。你可真有本事啊，弄个黑锅给我背呀！啊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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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快快快！啊！鱼儿！臭小子，今天你没有饭吃。老婆，你怎么了？老婆，我中了别人的暗算了。啊？我扶你回武馆吧。姐夫，不要，替我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。哎呦！老婆，其实就是住在这里。嗯，你查出他离开有多久了？一个月。白长天受了伤，如果不死，一定会去找赵其之。我想此地必有线索留下。
画是旧的，字是新提上去的。一问神人何处去，同赖先进后君临。好点没有啊？我好很多了，没事了。哎，这就好了。这几天啊，我可真为你担心呢。啊，我拿药给你喝啊。老婆，喝了这碗药就会好了。姐夫，啊，这几天辛苦你了。嘿嘿，算不了什么，你不记得了，我们是好朋友嘛。你上次也帮过我，教我闪避步伐，是不是？怎么用不用得上啊？用是用得上，不过惹火了武馆的李师傅，他得揍了我一顿。剑夫，你想不想学功夫？当然想了，懂得功夫不用给人欺负了。不过你得答应我三个条件。别说三个了，一百个都成。第一，不准你叫我做师傅。啊？为什么？我们是好朋友嘛。第二，不准将我传授给你的功夫随便显露出来。好，还有呢？还有，你见到我跟别人交手，我不许你出手帮我。这怎么行呢？如果别人打你，也不准我帮啊。不准帮，答不答应？好吧，只好答应你了。哎，你教我什么功夫啊？蛇形拳。
成天都溜出去，哎，都快要饿坏你了，哎，快点吃吧啊，哎，乖乖吃吧啊。师傅，我擦得好辛苦啊！啊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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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去你！哎！李师傅，你小心点儿。我一向都是小心的嘛。嘿，哎呦，你个小王八蛋！是不是？我叫你小心点儿吧。哎呦，睡着没有？我去你的！谁这么大胆来红套武馆耀武扬威？小弟我今天得到三省全万名衔归来，
全县的武馆都来接风道贺，唯有红太武馆不给面子。三战拳王，所以专程来教训你们。那你是来踢盘子的？不错，哪一位先生？哼，你真是不知天高地厚，好大口气。好，就让我……哎，对了，门的连师傅啊，教训你一下。哎，日理师傅啊，您像是德高望重啊，不客气。这个菜啊，应该您来拿。这就不用客气了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通常不拿菜的，还是你先请。李师傅，还是您先请。你先请，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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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请。你们两个一起上吧。他。你在上面，我在下边，你攻前心，我攻后背。好。哇！这招就叫做打完前胸打后背。哇！我让你双手替华作案呢。三省拳王好功夫，我们一起到红白武馆去学了。去学吧，这里关门了。洪馆主，洪馆主，关主，今天怎么这么空闲，不用交拳呢？洪关主，如果你没有拳交，不如来这儿当个助教吧。哼，我洪某人今天来贵馆讨教几招。哎哎，洪关主，你一定误会了，你的徒弟是自愿来的，不是我强迫他们的。你趁我不在家来我武馆捣乱，抢走我的徒弟，还说跟你无关。如果你有本事，
尽管带走你的徒弟。哼，这叫池关主赏脸，赐教一下。好，原来洪关主今天想来出口气的，让我来奉陪你了。请。锦福，靠边站。哦。好啊，洪关主。你看起来像个英雄，原来是个大狗熊啊。师父，不用你老人家出手。嘿，我师兄来了。洪关主，这件事由我引起的，应该让我来跟你解决。洪关主，他很厉害，你小心点。让开。哦，原来你就是所谓的三省拳王。不敢当就是在下。不管在任何情形之下，不要把我教你的蛇心拳泄露出来。你好狠毒啊，想打死人呢、啊、胆子倒不小，你活得不耐烦了。哎，你别过来、我不打架，我不打架啊。不打架用臭钱、我不起来，打够了吧，别再打了。你小子有点功夫、你打的什么拳？小子你仔细看，这招叫做螳螂出洞。我这招叫灵蛇布阵。螳螂不敢。毒蛇在后。锦福，让开。哇，锦福发火非同小可。我说过不要打架的嘛。
现在动不了了吧？功夫你虽然有啊，过招脚发抖，打了三两下，呦，随地抓砖头啊！啊！来！哎呀！啊，抄家伙了啊！站住！大蛇随棍上！我是青竹蛇。这招叫拨草寻蛇。关主，我们走。姐夫好啊，我们到红太武馆学了。我有急事离开，留下蛇形拳秘籍一本，你可医书自行练习，不可荒废，我数日即回。老板，老伯，老伯，老伯，上哪儿去了？你是谁？老弟，你是不是找老伯的？我是啊。哼，巧了，我也是来找他的。你也找他？你是他什么人？你又是他什么人？老伯是我，是，是你的师父，所以你应该叫我师叔才对。那你是老伯的师弟啊？对了，我不信。你不信？猛蛇昂首，毒蛇拦路。哎，师父就是。像是像，就怕用不上。哦，你这老弟还不相信？来吧，咱们俩试试。是，试就是。哎，蛇形拳的年字诀你练得不错，可惜火候还不够。服啊！服自觉，我就打得你服。那我干嘛要服你啊？我不要啊！
哎呦！你还有什么招？你呀，哎，我缠呢！哎，哎，哎，我，啊，哎，哎，啊，哎，我脱呀！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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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来这一招？我看你是师叔，我咱手下留情的，这次我不留了。小蛇难找了。这叫灵蛇取珠，难不倒我。师父，痛啊！用得上吗？师叔，怎么每招都让你制住了？当然了，要不然我怎么能做你的师叔呢？你的招数跟师父不一样。哦，那是因为你师父还没有教过你。你可不可以教我？那要先问过你师父。哎，你师父呢？他刚刚走了。走了？嗯。上哪儿去了？不知道，不过他说他会回来。什么时候回来？他没有说。这样，如果他回来，我去通知你。好，不过你别让他知道我在找他，悄悄通知我，让他老人家惊喜一下。好，好啊。没理由啊，师叔难道比师父厉害？那本书呢？准是馋嘴猫给抓烂的。馋嘴猫，你的爪子比花面猫厉害啊。哎，嘿。
如果我的蛇形拳加上猫爪，铁汁上官掌门真是料事如神。白长天，仙境楼就在前面，不过你去不了了，这里是你跟赵七之的葬身之地。小静，事到如今你还想来暗算我，别做梦了。天气这么凉快，别替我上山了。你倒蛮听话的啊。老婆，你一个人上哪儿去了？我有急事要办。哎呀，我老是惦记着你，你怎么去这么久？哎，我也是老惦着你呀。茶给老婆。哎，来了，谢谢啊。好烫啊。老婆，哎，老婆啊，你走了以后，有一个人到这儿来找你。什么人？你认识的。我认识。哎，到底是什么人？你坐一下，我出去一会儿，回来我再告诉你啊。哦。师叔，我刚刚想去找你，老婆回来了，我带你去见她啊！来来来，哎，快点快点！哎，她就在里边，我故意不让她知道。哎，快点快点！哎，就在这儿。哎，方馆。
传教士。嘿嘿，我不是什么传教士，我是俄罗斯第一高手。你说什么？拉了屎放在手？应召三官长们，请我来消灭你们蛇行们。就是你那个师叔利用你这个傻瓜蛋引出白长天，你们太卑鄙了。脚差点就分了家。今天你插翅也难飞。上官疑云，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创造了一套阴爪擒蛇手就可以横行天下。阴蛇两派百年来的仇怨今天可以了断，从此世上不会再有蛇心犬了。哼，今天我白长天就算拼了这条老命都要跟你周旋到底。好，那我就让你这条老蛇归西。取胆！白长天，你只是一条死蛇烂泥鳅！好在一块石头够硬了。你可真够狠毒的，冒充我师叔，
我差点就上了你的当，原来你想杀我师父。臭小子胆子倒不小，我要拆了你的骨头，剥了你皮。上官依云，他不是我的徒弟，你不能够伤害他。嗯，不错，我不是他徒弟，不过他是我师父。哼，我不管你什么徒弟师父，总之学过蛇心拳一招半式，我都要除掉他。除掉他？师父，他在那儿做白日梦啊。剑锋，你不是他的对手，快走。师父，丢下你一个人怎么可以呢？这个奇人诡计多端。你这个臭小子真是油腔滑调，我要打烂你的门牙。哦，打烂我门牙，我拔光你胡子。蛇形拳根本就没有这种怪招，你这什么拳？光爪。真是好功夫啊，老张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哎呀，想不到你的武功那么厉害，在哪儿学的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啊，是我师父教我的。好好好，武功高强啊！啊，不要紧张，有师父在。哼，你们先别得意，我给你们喝的两碗茶。里边已经下了穿肠毒药，你们马上就会七孔流血，毒发身亡。啊！哦，妈呀！哎呦！不好说吧？你知不知道我就是鹰爪门的毒？你还好，你不知道我师父不喜欢喝热茶。我换过了啊！剑锋，哎，你真聪明啊！
也懂得用蛇形拳加上猫爪来克制鹰爪功。不过蛇形猫爪这个名字不好听啊。师傅，你替我起个名字。不如叫做蛇形刁手。好，蛇形刁手。